小颖跳一下吧，嗯，哇，太自然了吧！很自我然把旁边哎、欸，那个东西弄自下然去的，把那个东西都推下去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我们刚刚已经有经过了。等下，哇哇哇哇哇塞！刚刚在开关门，他在开关，说他在开关门。我跟你讲，好猛哦！我靠，香啊，小雨，小雨，哇！怎么小雨？怎么？他这应该在我们这，在我们这边，在我们这边。啊？哪里啊？玩戏？我不知道，因为他刚刚是开关门吗？是他開門？哎、欸，他刚刚其实在移动的时候，经过大概起码快要三个猎人，对，我经过两三个人。对。啊，真的厉害！你们看到旁边？对，你们看到旁边？哦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杰克在哪？我不知道你在哪。就一上楼，然后左右转。嗯，不是不能去二楼吗？我看到哎、欸，你们居然没看到！哇塞！我以为他没有看到、欸，所以我才跑。一四五零跟一四七五对吗？不是，我们是1409这里。所以不是我们这里、啊。我跟巧克力迷路啦。所以小雨是我跟波波这吗？刚刚那个巧克力不是在那个吗？一个浴室里面吗？我在那间房间、啊。啊，那就是他刚跑出来的。太大了，很坑！耶、yeah, ，真的！可快快跑哦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跑！你怎么会炸打坐的人呢、啊？白痴、啊！我是你那个在床上，不是摆在床上，到底谁会摆在床上？没有啊！可是你进来第一件事情不是先打我们，是到处搜哎、欸，才看到我們先到处翻，看到床上我翻，我就是翻到不对劲，为什么会有人在那边打坐？完蛋！我现在乱看着一个。Gary 走，不知道对不对、啊？好了吗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还没，我好了吗？还没，还没，我有点忘了啦，好像都忘了，好像不是这里，好像不是这里，不要卡我、啊，怎么又跟到你呀、啊？啊，你走这么近就卡住了、啊，哎呀呀呀呀，没卡了，没卡了，没卡了，我们就在这啦，等你们，等你们，是，你不要跟我，你是跟别人，我迷路了。是啊，我就是迷路了才走人跟的、啊，我每次都选错人了、啊。我迷路啊！你们怎么全都迷路了、啊？没有走，没有走那个红地毯吗？我让你躲，我让你躲，你去躲，快去躲，我让你躲，快点，我让你去躲。不是这边三个人都迷路了、啊，白痴！三个人都迷路了、啊，又来你们走得到泳池吗？我们在。泳池，你有看到泳池旁边有人吗？我帮你们带路，我帮你们带路。对啊，我们帮你带路啦，比较快。来，到时候你开始在泳池就不会那个。等你们快点！你们看到一群猎人在跳吗？对啊，哪里啊？泳池旁边啊。可是好恐怖！快过来，没有打。里面就这里，对，这个进去左边，左边，左边这边这边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右边的、啊欸，左边这里也可以，这里也可以，哎、欸，这边进来的话就是这边都是啊，这边都是、啊，这边都是啊，好，对，这边往左转，他们两个进那边，他们进，我好像看到，我先去啊，啊，我们那个路口这边，好厉害啊，哎，好了，不要这样，我要进来了，还没啊，来了，确定不是玩具总动员吗？快到了，换的手。啊！零秒了，来不及了啦！打他！打他！打他！可以让我讲。可是我们进的屋子内都被发现了。对啊，这是谁？繁星跟他自己。对你刚刚炸我们两个，所以你知道？你知道缘分就是这么神奇。我不小心按了 W， 我就打了去死啊！去死啦！哦，好凶啊！我杰克，哦，哇，哎，巧克力，我觉得杰克可以一下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刚随便躲的。哎呦，哦、哎呦还有两个人躲在我。哎，哦，我从阳台进来了。从阳台，这样很像隔壁。这可以可以躲，这可以可以蹲诶。你的视野好棒哦！为什么都 K 了我一下？可以变哇！我看到一台 PS 诶、欸，
然后不是哦，PS 血量应该很厚哦。不是 PS 血量，现在是11:05，一直都是。啊，那个荧幕上一直都在那个嘲讽哎，永远停留在十一点。嗯，现在2018年了，12月15号。哪里呀、啊？你们找不到啊？出来一下。他很安详，我的提示是你们，你们带我来到这里的。他们的视野都看得到猎人。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我、有手机耶！去皮亚手机，刚是开的吗？诶、欸，那可以开哦。啊，这里有吗？这个给两个会不会太过分了？这里的风景好好、哦。嗯，好像都很自然呢，怎么回事呢？自然啊，自然系啦、啊。这个这边这样子对吗？对啦。对的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可以塞两块吗？可以塞两块吗？怎么可以塞两块？什么塞两块啊？好好奇。蝗虫的脚垫放了三块在那边。哦。巧克力靠近太死啊！三个垫子哦。巧克力啊！哎、啊，小玉，你干嘛？我躲在里面很好哎、欸。不是啊，我刚晃过去看到明条。哇塞！哦、看到明条。我还特地爬阳台，赶快爬到别边。对，我想说这个阳台，刚刚进了屋子就会发现。哦，好笑哦！要换模式，换模式，换体悟心灵强的。要换那个 SLASHERS， 对，就是那个有点像13号星期五那一个，就手上拿了一个很胖的东西。有一个人会当鬼，有一个人会没穿内裤。哈？哇！就是那个脸笑得很诡异的金发妹，一个妹子啊，她不会穿内裤，哦，对对对对 对, 對。然后人的目标就是要想办法修发电机，然后打电话，然后逃出去。等下，这个是不是 day 差？就有一点像，有一点像。然后那油罐，三号星期五，嗯，对，是13号星期五。啊，我有没有那个啊？啊，我你如果都有技能之类的，好像每一个都有技能了，但是你可能要自己研究，要看一下，对，嗯，考验你的英文能力。哎，为什么按了就崩溃了游戏？哇，没关系，我再按一次。哇，日常 bug， 你的 Gary Simon 都不开心了。日常 bug， 哎呦，还给我重安装东西，什么鬼？哭啊？更新吧。我是装什么变态态的东西？ Oh. 你确定不是你装变态态的东西吗？我觉得你比较像呢，变成太太的东西，变成太太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他转的快下、啊，你们两个变成太太，只有他变太太而已啦，只有你变太太了，变态太。好啦，等一下可以准备进喽。等一下是有了，有了吗？有了，可以救了，可以加了，可加可加。加勇气可加，勇气可加。有啦，里面是不是有人可以拿红色斧头？对，有几率。那我就不方便说。哇，这张图也是蛮暗的，而且是圣诞风哎。所以我刚第一件事情是先把荧幕调亮。对呀。哦，这次是什么鬼嘞？这次是对，他白狼鬼哎。这是白狼鬼。我是书呆子。书呆子，等一下，为什么里面直接有尸体在地上了？没事啦，吃剩的。他的音乐。哎，对耶，我要把、那个尸体还有十八赖，很棒哎。你们在哪里？哦、在尸体的旁边。你还踩过这个尸体？对啊，我踩过了。踩哦，是他哦，没有他踩，我以为是我踩。哎、欸。我找到一个 Joey、Jerry Can， 你开手电筒很暗呐、啊，不要啦，怕怕啊，不是啊，现在就你真的伸手不见五指啊。那张图其实室内很大哎、欸，大哦，你要去死啊！好了，我找哪里？我们都进来了。你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怎么看到了？其实也没有搞电锯，就没很恐怖啊。就一个白虎头，然后你这个光，靠，是声中大。为什么我这只红红是红一个小方块而已？谁是鬼呢？
到底谁是鬼嘞？是鬼，是鬼嘞？其实很恐怖哎，因为几乎都在室内哎。对啊，嗯、那个转角会遇到鬼哎。而且比较暗。又比较暗一点。有办法调亮吗？只能自主调亮，自给自己。啊人类的任务，寶寶寶寶要找三个，我又是当那个图书妹子。嗯，好。哇，哎，是谁？嗨，哎，我又是这一间。嗨，你好，我点头。你点头，我点头，我蹲。我拿到一个 Jerry Can 哦。哎呀，好，我跟哪里拿？好，我也没，我也拿到一个了。好，这个是谁啊？哎，那个团团，你没看到尸体？我没看到，我开灯啊，我忘记了。左键，左键，流通好了。现在找发电机，找发电机。发电机？不是啊，波波，你听我说，我才刚开始进来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给我，给我三秒，三秒，三二一。来喽！哎，shift可以跑哦，对，shift可以跑。没有彩夹，是有一个能量条，比较大声的那个吧。哎，没有人。啊！没看到，那个是人还是？没有，这已经满了。我们现在要找发电机。哈？哦，小雨是谁？是谁？我死的。你谁？你怎么死了？你怎么死？我刚才开个门，然后看到一个红红的东西，我快吓死了。哎，我是卡住了吗？哎呦哎呦啊啊啊啊！哦，你刚问我，看我要吓到。哦，不要吓我！你才不要吓我们嘞！开门然后躲旁边，然后我就直接走那门。哎呦，不要啦！啊！好迷路，又是什么？要找什么？发电机？发电机？哎呦，什么？我在室外吧？夹子柜，它是夹子柜，你们要小心地上。什么是夹子柜？还有我刚刚没有踩到。对，地上会有陷阱，踩到之后就哎。会被夹住。我刚踩到了。那波波，你会看到我们的脚印吧？没有，看不到，没有脚。看不到。他的他这一只能力就是有夹子，但是看不到脚印这样。哦。那边刚我刚刚走不要不要不要！最好被夹子会长什么样子？那边有夹子，你要跑那边。好。溜溜溜溜。不要跑嘛！哎。找不到发电机在哪里？太大了啦，这个地图。哎呦，说好今天跑得掉哟！谁啦？你们在比较外面，他进你们在比较外面，你们可以找。我们在比较外面。对，他在他在那个一块小更外面的。反正你在哪啊？就走开门出来的啊。哦，开门出来。对啊，这个门啊。我们刚刚都在一个像是比较像是饭店的。对，十一个人啊，这里十一个人啊。那是 NPC， 那是 NPC， 哎。不是，是自己人哦。可是你们这看起来比较像是小屋。我们刚刚在饭店区，哎，对，不太一样。所以还有不同区域哦。嗯，哇，那发电机难找咯，超难找哎。现在是两个人看，可不可以走到比较外面吧？对，你看这个人，这个应该是自己人吧？哪一个？这哦，那自己人啊，那自己人啊，那自己人啊，对啊，是自己人。自己人，自己人，他不是就走这个房子哦？等一下，你不要尸体，不要去夹门，你，哎呦，死了还要被嫌弃？是我吧？我是干嘛才出来？哎呦，哎呦，你们有很多人会躲。啊，他在外面，他进冷静。啊，安南，哎，我被车子夹，我没看到啊。那你就跳下去。哎呦，真的有外面呢。嗯，哎，夹子怎么解啊？我不知道按什么键解开。不要开灯，不要开灯，不要！你等一下，让我解解看。杰克，哎，我还没研究出来被夹子夹住要按什么可以挣脱，哎，还没。我刚是一直按空白键，可是挣脱不了啊。空白键没有用。哎，我下来了，还是要别人去帮他。你不要过去帮他，有困难。翻信，干嘛？他在外面吗？他没有，他刚刚在那里面。哎，我现在在外面咯，我整个大迷路。你们得找发电机啊！死了，死了！我是直接开门遇到，是不是？哎，安南，我哇哇！繁星跟哈基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繁星，哎呦，六哦，六哦，六鬼哦，六
再六，再六。哎呦！什么？找发电机？我要找发电机，不然你逃不出去哦。啊！白金卡住了！白金，白金起火！白金起超火哎！对啊，你是肥宅哦！靠呀！没有，我印象中肥宅的血很厚啊。嗯，哎、欸，你好会打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次没人抽到那个汉堡、啊。没有、嗯。哎呦，哦。所以他秒杀人还可以再接。车王哎、啊，白金跟波波在比开车啊。哇！哎、欸，你知道走那边？关门卡他，关门卡他，哇，一个六头六，好六哦！你尽量六，我找，快快走，快点走。对，帕基要赶快走。哇，一个六，一个六啊！就可了，就可惜了。哈哈哈！好猛啊！好强哎！怎么感觉发电机会在室外之类的啊？太给手了，是不知道在哪里。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嗯。因为外面繁星没有啊，对啊，看过了，对啊，哇，这张图发电机真的难找，我好像看到了，这外面还里面，我告诉你，繁星是黑人，哦，你说利，你说利用我的优势吗？好，哦。而且你是黑人，难怪砍你刀没死。不是啊，照理说我是经验老道了，我是第一个死才对啊。因为你经验老道了，欠了。你说肤色的常常被追杀。常常。哎，哈进，你这边是那个哎？你刚刚那个，刚刚那个是？你中间那个他不是不是？哦 ，radio radio， 那个 radio 是下再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再下一个才是 radio， 哎，对，至少先找到 radio 了。对，那个 piano 哎 ，piano，piano， 这边我刚刚有找到，找到什么？应该都找过，找这边我找 Christmas tree， 我这个宝马，阿基要加油，六六六六六六六起来，你怎么不回头啊？六起来。六千，哈基快来，哈基快来，两个人相亲欢过我了，哈基快来，哈基快来，黑人优势，黑人优势，你怎么关门又开门了？哎，小心，哈基跑，哈基跑，快跑，快跑，又分东西，哎呦，哇，又来，发电机在哪里？发电机，啊，波波来，你走没了？波波被追到，没追到吧？太黑了，黑了，发挥发挥优势，发挥优势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，你们真的太黑了。哎呦，这是走到走到走到，是是是是，对对对对对，快点！长怎样啊？哇！再是 radio radio radio， 时间不多了，时间不多了。现在要干嘛？要回去找收音机，要哈基回去找收音机。可是如果这我可以越过吗？波波也知道 radio 的位置就很尴尬了，就很尴尬了。可是 radio 有八个呀，他知道哪一个哦？写上哈基两个字的 radio 那一个。我现在找不到你们，你们太会躲了吧？你刚刚前面杀那么快，对啊。哇！撑住，撑住！不要了！不要了！不要了！弹琴给他听，弹琴给他听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差点被笑死！不要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凡青，你的技能是什么？开锁啊！弹琴可以开锁，可以把自己锁起来。是吗？关心你在哪裡？我要怎么锁啊？关心你再撑五十秒就可以了。因为我记得，因为我当过这只，那时候我记得他的技能是把自己反锁起来。我不会锁、欸。就你按你那个是一二三四键吗？是那个功能？功能？我忘记我锁过一次，用滚轮看一下吧。哎、欸，反正我真的找不到你。你先关起来看看吧。哦，有哎、欸。哦，但是你要怎么那个？他要等时间到，然后再那个吧。他可以开啊，但别人不能开。哦，这么帅，鬼也不能开吗？鬼可以砍掉，直接把门砍破。对啊，我就想说鬼可以破进来啊，可以破，鬼可以破。
很近，我还以为我在车子，我在车场等你。对，我在车场等。结果他真的在车场。哦。我怎么开门啊？哇！可是你也不知道要逃去哪兒。哇！要出、哦、又可以逃了，要出去外面看。我出不去，我把自己锁起来怎么办？你技能键再按看看，有钥匙吗？刚是刚锁的方式一样吧？哦，刚检查了哎、欸。这个黑人会锁门，不会开门，但是不会开门，锁坏掉了，自己把锁子爆炸了，你把自己锁起来，自己反锁，关厕所了。你的关锁技能太强了，自己也不会开。我不知道他怎么键可以开了。二十二秒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好像真的有点难，不晓得。你要去外面看哪里有警察？应该是在外面吧？哎、欸，是不是这里有亮亮的？哦，对，那等。因为它会有很多石头，不确定在哪里。反正至少应该是靠近外面。那先往外面走。嗯，说不定运气好，哎呦，那外面有警车，有警车，快，地上有陷阱，地上有陷阱，环境在看那个夹子，他在看夹子。快了，波波，哇，刚刚说他有看到警车，波波好恐怖，这也是因为被那个门锁三十秒，解锁解了三十秒，那个门解锁，刚刚不该死的有没有？真的。枪都灭下去了，好可惜哦！哎、呦，好玩的、哦，这游戏心脏太好，真的。再来是谁？小雨鬼、哦欸，这个鬼好可爱，推动人。哦，我可能比他还是妹子哦，我看到尸体了，我看到 radio 了。妹子，妹子你好 ，radio， 而且这里好亮哦，这里。警官救我！好，拿到一桶了。我也拿到一桶了。好，欸，我这个是那个，欸，拿那个就是红色。哦，警察，红色纸筒吗？哦，我的嘎仔。红色什么？普通，欸，是红色的。不要啊！叫什么？什么啦？你们怎么了？虎头、啊。你好像就是被抓了。虎头？哎，欸，你不要吓我啦！谁是女警？欸，我不知道，欸，这门可以砍成什么程度？不要啦，小雨！不是你刚刚不好，我在砍门，我在看得很清楚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小雨，你现在的武器换了某一个东西耶？就是对啊，所以我说它是红色。嗯。哦，拿走了。那好像在哪里被遇到他？我在里面呢。哎，我等你们那个。自己人。哎，我是跑你在收音机旁边是不是？对，我等你们找发电机，我在收音机旁边。哎，我发电机。好，所以小雨大概在一楼还二楼还三楼的地方吗？靠腰啊，死鬼在下面。三楼，鬼被人吓到了。你是鬼啊，小雨？不是，突然有人冒出来啊。你比他们强大啊！过来，不要。过来，就是你。那小雨的视线暗暗的吗？我昏昏的。这是谁？哎，发电机不在这。哎，他发电机有什么声音啊？在这里。这谁？哇！砍门的声音啊！他在砍我的门。不要，这里怎么越来越多人了？我们这里谁跑到这里的？你们怎么在这里啦？不要闹！不要闹！不要闹！你嘞？所以他发电机换位置，一边追人一边砍门，把门都砍光。不要这样，我就这一句了。哎，那个夹子能拆吗？不行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怎么弄掉。不行，我刚有按尝试按过。天哪，我刚没有吗？这里没有吗？啊，好恐怖哦！天哪，自己感觉又有发现。这我，那个美女是谁？女警哎，有叮叮，那个是陷阱，叮叮叮。什么陷阱？还有陷阱？刚你经过一个陷阱，经过就亮了三下。哦，真的啊！我刚放着，我不知道那个是干嘛。所以小雨放了，不知道干嘛用了。对，一条绳子。门口有个夹子，哎，这么可怕！哦，夹子是我放的，我是用跳的过去的。干嘛？来了！哇，粉丝啊！我有看到那个，我不知道什么。没有，他在外面，发电机在外面。发电机在外面。对，记得我刚刚那个。车厂那边啊，那个门口隔壁就到了。哦，这么远，
你们有人靠近那附近吗？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出口啊？因为通常发电机不是会有一两个？他近很近啦、啊。嗯。我跟你说，我很怕、啊，我很怕。那个酒吧妹妹是谁呀、啊？我啊，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好。杀手会沉迷猜门呢、啊，你可以慢慢来。你那边怎么出去了？对，前面就是，前面就是那个阿布依。那个阿布依、啊那個、好像是我。阿布依，阿布依上来，阿布依，阿布依，阿布依靠你啊！阿布依来了啦！阿布依。警官在开枪！警官在开枪！警官在开我枪！警官在开！啊！对不起！警察！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第一次看到命案现场，你刚不去，阿布依，阿布依，你发电机可以吗？阿布依，阿布依觉得现在离那个命案现场有点近啊。阿布依，我等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要去开那个啊。阿布依，我们等你啊。阿布依，你是我们的希望。阿布依，直走。阿布依，直走。阿布依，直走。不是这里啊，你刚刚那边呐、啊。这是什么？回头，回头，回头。右转。哎其实死掉那个画面还蛮好笑的，可是你在其中有看到，有没有看到啊？你知道？我看到了，不是不是，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，往不是不是不是，那边右转，左转，右转，左转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走到这边来？直走，直走，不是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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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里，左转，左转，对。哦，迟到的时候最适合帮猫咪剪指甲了。哪里啊？居然杰克在哪？杰、欸、克在哪？杰克跟我都在那个收音机附近。好，这也是我刚刚有待很久的地方哎、欸。哎、欸欸，怎么又绕一圈的感觉？对啊。啊，切波啦！杰克，收音机在哪？怎么了？你没看到吗？看到。我没事。啊！啊怎么靠我们了？到了！哇塞，巧克力，巧克力靠你了，巧克力靠你了！我感觉在我附近很危险。哎、欸，巧克力，你听到要砍门的声音吗？巧克力快跑！刚才有人在这里。等一下，刚刚他在说什么？哎、欸，不要乱开灯啊！谁啦？杰克，好啦，你们真的乱开灯一下。好黑哦！不是你们要动，你们要动，我跑掉了，我现在我刚刚看到他在砍喵哈的尸体。我没有在砍喵哈的尸体，我在砍门呐、啊。他在砍门。我的感觉像是砍喵哈的尸体，我快吓死了。哦，有地下。那你有没有看到他拿的那个东西？没有，我只看到他在砍你尸体，我就马上跑了。这里有三层楼。嗯。哎呦。我觉得当观察者好爽，居然很爽。有人在哪？在哪？怎么走、啊？怎么走？杰克，杰克，你再带我去看 Radio 怎么样吗？不是这，不是这，怎么又是你们啊？你有没有在做事啊，美女？没有，我等 Radio 啊。美女只想要活到最后。对。没人要去那个啊，碰那个发电机啊。是找不到，我在找啊，我不知道在哪啊。我都知道在哪裡、哦。到了到了到了到到，团团追着，右转。啊，这个是冲杀回啊！哦、这个好过分哦，这完全没办法。欸、啊！啊！你这个真的过不去啊！因为我刚刚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刚先摔到一次，没我刚刚先摔到一次，没办法。美女，他是在一楼、二楼还是三楼？一楼外面。巧克力胜利喽！来，这个这赶、個、快赶快。弄一弄啊！赶快跑走吧，他来了！按什么？按什么？一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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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哎，刚赶快去找 Radio， 他会来，他会来。杰克，啊，杰克啊！我跟你讲 ，Radio 的位置跟上次一模一样。叮叮，我上次就是死很早啊。叮叮，就是哈基那时候开的那一台。哦，这打不到啊！那是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。啊，我看到了。小雨的位置。小雨已经到了。哎、欸，团团，你要看到，你装作没看到啊？好，好，背对了。嗯，不要这样啊 ，Radio 会不会有其他台？没有，就只有那一台。嗯，我只能放一个。你来，来找我啊！有这样子感觉有点难，那手点就好了。对啊，没有，是因为我们前面死太早了啦。
我们前面如果大家都没有死的话，其实到后面鬼会很会很尴尬。可是如果还是只有一台的话，也是手点啊。对啊，手点。没有，我走掉了，我走掉了。那你心情放好了是不是？对，这样巧克力可以下去，他应该在一楼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听到叮叮叮了。你听错，你听错了。叮叮。可是这样鬼也要自己记得叮叮的位置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他不会提示。你有记得啊？有啊，因为我刚离开而已。哇！你干嘛、啊？这听起来超恐怖的。干嘛呀？好可怕哦！叮叮叮，他旁边是餐厅啊，我想说有人叫餐了，我来了。没有人外送啊，外送。